哇哦，好可爱！喜欢就去追求，可是我的法力不足。放心，撩妹这块我一个朋友教过我了，你戴上一只耳机，一会儿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。先幽默的自我介绍，你说你叫无理，问他是不是叫闹。你好，我是无理，你是不是叫闹？什么？因为无理取闹。好土。土？对对对，你就说他土，因为你五行缺土。哦，对对对，你最土，因为你神经病吧。不要着急，保持住高冷的形象，摆出帅气的造型，抬起右脚摆在桌子上。手怎么回事啊？小鱼姐姐，我哥教我的撩妹技巧也不好用啊。姐，这个神经病是谁呀、啊？打扰我学习啊！这是我妹妹，这次考试本来就没有考好，你俩还敢来捣乱？快走，回家再收拾你。等一下。